是反骨 YouTuber， 我现在来到了你堪称最美的雕像地方，叫做秋茂园。来看一下上面的雕像哦。好，就是说啊，如果说你平常都不会做噩梦啊，我建议你要来到这边，包准你晚上一定会做噩梦。哇，好开心哦，我们又来到一个秋茂园的另外一个景点，看一下哦。哇，这个就是会让你晚上做噩梦的金童玉女呢。